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是我跟你们中国人学的。Don't you know? Yes, I know. 白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你一刀两断。哎，书记，还有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是你们外国人没有，我们中国人才有。你们外国人永远都学不到的义气两个字，有劲 ，fuck you！ 不让。你为什么要自己骗自己？我这次回香港完全是为了你。我在三藩市买了房子，而且存了点钱。这为了什么？我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过上一种新的生活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？大傻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和炳叔，你只可以挑一个做兄弟。想清楚了。日本的帮会是很厉害的，这件事他们不会算了的。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。你为什么帮白狼？那你跟日本人究竟什么关系？又不对，不说又没义气。你怕不怕？我还没怕过。好样的，那我就带你去见识见识。请上车。